水晶熊，不得了了，观众不得了了，全新的双塔防守游又来了，天哪！你不用教了，你不用教了，我们大家都会玩的。他这游戏的双塔防呢？他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很热门这个双塔防嘛，他这个双塔防呢，他做的比较那个可爱哦。他你看他的角色是可爱风。一样，我们每个主人有三个血量，超级好玩的耶！那你看这边可以直接看他的介绍，哦，所以下面等于是我们的 skill 是不是？是。哦，哎，那我们平常玩另外玩其他手游都忘记放技能了，我真的会被笑。但是英雄都不够多，还放技能有什么用啊？放技能还是会消沉水啊。是比。好，这个就是攻略教学啦。那这样就是攻略了，攻略了对手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升级 Q 反风的英雄欸，真的。其实我还蛮佩服。我还蛮期待这款的，还觉得挂机耶。等一下，我给你看主界面一下。你搞改秒接嘿。来，观众不得了了，这款游戏真的令人羡慕。太猛了。你这样有手出欸，这类型玩法感觉我觉得这类型的玩法应该就是2020年年底最新的玩法了。他们那边说是叫双塔防啊，就是对面一个塔防，你们自己这边一个塔防。怎么可能啊，原来是在下面，拉下去。哇，那领地是什么？哇，这结合 building 的建造是吧？我再攻略一场好了，因为我是希望大家都懂。等一下，欢迎来到随机英雄们。这样子，攻守和攻守变成猫咪，加油球，这是换位置吗？混跟火人变成机械狗啊，超笑。那老鼠可以跟什么和？这一只。这我们就有两等的弓箭手，而且我发现我这些画风我还蛮喜欢的，他这些画风有一种卡通可爱风的感觉。因为他的 level 太高一点，这个位置，机械狗。我拯救山顶的女人啊，三级的鸟人欸，所以就是二次二这样子。一可以再吃一吗？不行，因为他们是不同角。对面快挂了，对面快挂了。我们可以使用技能了。耶。好，这就是那攻略教学了。